也许一星期，也许一个月。现在，我现在能说的就是这些。什么不好？醒过来！我没有时间等，我等不了。等我醒。被怀疑与之前的儿童失踪案件有关，据消息人士透露，调查此案。本台记者将持续报道案件的后续情况。喂，说话。我去下洗手间。啊。不过很可能是假的，因为身份证是假的。监控录像上面可以看到，两名自己人是被该名男子所杀。练，相当危险，不是一般的混混。坐在重案组不觉得害臊吗？我真的错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话都说不利了。这几起失踪案都是发生在没有摄像头的区域，凶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说的都是废话。周四，加油，散会。对，还是休息一下吧，我们大家都会尽力，一定会把。今天早晨在宣仪医院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不明身份的死者。那个九十号啊，九十号。起恶性杀人案，犯罪嫌疑人杨艳在逃，嫌疑人前也是社区周边的流动人员，如遇疑似体貌特征的。进来的
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特意看，但是他来柜台结账。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我已经把你恢复了。这些状况有没有可能直接内全部丧失？嫌犯失忆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如果我理解你救你心情，但你目前你从哪儿看出我失控了？我们查哪个案子不是从可能性？如果你不参与，还牵扯到其他的失踪儿童。我一直都很相信你办案时的职，我们都很担心。什么叫很担心？不然换作是你呢？你好，我来拿杨念的物证。总局的人，这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清楚，不要再出这个门，陆口供。我可能协助。我问他。哎。找不到任何讯号，嫌犯应该是把 SIM 卡给拔了。确定他现在是短发？多短？确定，平头那么短。杨念政务的存档照片。他有总局资料，我没有时间，陆然。没有在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雷哥是谁？你在耍我吧？我没有那个时间。是什么人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我知道你医生要杀我，你也冲进来拿枪对着我。杀你的人不是他们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我女儿在哪儿。我女儿在你手上。喂，然后电话就断了。喂，你出，我还和你说什么？你说让我不要，这还疯狂吗？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女儿在哪里。一个警察把枪丢了，马上写一份详细的查工作。我知道点点丢了，你很着急。我话没说完呢。都在监控的覆盖范围之外，结合这几个特点。念哥，知道你女儿在哪里？上一次我不小心听见，雷哥在那赌场。走。雷哥找你，我来。蒸发了嘞，雷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一条汉子，什么时候学会装傻？我这辈子最不喜欢就是有你了。你还有脸问我？孩子是你带走的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！给我的交代就是被人追着满街跑，是吧？这么多人，怎么没开枪啊？嘿，有问题？我没问题。我怕我杀不出来，那就忍着。哎，带走了点点，他在哪？我真的很想帮，差一点没被撞死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全身痛。点点不可以一个人待着。那天点点跟狗在公园玩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？是这个小女孩吗？你好像……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手铐，那个人不会再跑掉一次。留存证物，有备案照片。这个是谁？这很重要。这还要被他追杀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不？
埃及。林森呢？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到点点。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点点没了。点，我因为是一个警察。我一会拨回去。查到，他叫雷军，他们聚集的地方。这，把手铐打开。你放开我！你疯了吧？我理解你是因为孩子的事情着急。状况是，你找女儿，我找记忆。你帮我找到点点，不然我还这么敢强抢，没少死。哎，别说了。天宇码头发生一起重大枪击案，目前已造成十几人死亡。他叫雷军，在渔人码头死了十一个，基本上。把林威押回警局，从他身上开始。案时间已经确认，死者正是雷军。危险？不知道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快到场增援！喂，林威，你去哪？你去哪？冷静一点。有孩子又不是你们，你们怎么扯？走、啊！冷静点，林威。你的原地不许救爹爹。冷静。走。发现海边有一名小女孩的尸体，疑似跟最近举报儿童失踪案有关。林哥。吃面。该男子身上无有效证件，指纹采集一样没有案底。是吧？那是啊。哦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死了。陆然跟我同一个警校毕业，我们搭档很。你要是这么不理性，你要我怎么？警察局的事儿你就别操心。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站在门口手机。帮我查一下这个人，真是当然知道这是非法的了，所以才要找最信任他。但是现在我让你帮的忙，他帮不了我，
哎，这挂设被没收了。其实生前在有赌博性质的拳馆打黑拳，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不想怀疑任何一个人。那是点点送你的表吗？就是不想回家，不想跟点点说话。念哥，念哥住哪儿啊？住哪儿？我不知道他住哪儿。好好想想。刁磊，他是那个念哥的死对头吗？以前，啊、刁磊和念哥之前都是在雷哥手下做事啊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还有呢？说你跟刁磊是结过怨的，刁磊曾经放话说要，也许是个好事情。就算刁磊要杀你，你先回旅馆，有消息我会联系你。薇姐突然昨天来找我，说她觉得太大了吧，这事情没查清楚前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非常清楚市区的监控分布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说的都是废话。以后丁丁就是你的全部，这个我知道。哎，你早不上晚不上，偏偏这个时候上厕所，什么意思啊？
个小兵！你先别指着我！走！陆然！拼一拼的，把对讲给我。自己人，把对讲给他。B team、C team， 嘿，枪给我。失去一个好警察的直觉，把人质带到这儿来，真是丧尽天良，你知道吗？我怀疑过小 K， 我不想再调查下去，我觉得我林威错了。我也不想事情变成这个样子。可是事到如今，合适的配型活生生的等死。人在江湖走，我很高兴。对不起，自己不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，我还是可以跟你们像以前一样。我不是没有想过有这一天，我是今天死定了，好好想想怎么死。各小组听我命令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务必保证人质安全。真麻烦。李贵，开枪吧！爸不开枪！陆然，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做个好人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飞姐，快就会恢复，还有怀疑眩晕是个中转站。这是我妹，恢复了吗？除了你弟的地方，我都 OK 了。再吃大胸棍。现在点点，我明天要走了，记得打给我。你好啰嗦。放弃，怕孤寂，我请你皆大欢喜。做脸去你原来到要自信创作
也许一星期，也许一个月。现在，我现在能说的就是这些。什么不好？醒过来！我没有时间等，我等不了。等他醒。被怀疑与之前的儿童失踪案件有关，据消息人士透露，调查此案。本台记者将持续报道案件的后续情况。喂，说话。我去下洗手间。不过很可能是假的，因为身份证是假的。监控录像上面可以看到，两名自己人是被该名男子所杀。林，相当危险，不是一般的混混。坐在重案组不觉得害臊吗？我真的错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话都说不利了。这几起失踪案都是发生在没有摄像头的区域，凶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说的都是废话。周四，加油，散会。睡了，还是休息一下吧。我们大家都会尽力，一定会把。今天早晨在宣仪医院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不明身份的死者。那个九十号啊，九十号。起恶性杀人案，犯罪嫌疑人杨面在逃，嫌疑人前是宿舍区周边的流动人员，由于疑似体貌特征。
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特意看他，但是他来柜台结账。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我已经帮你恢复了。这些状况有没有可能？时间内全部丧失。嫌犯失忆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如果我理解你救你心切，但你目前你从哪儿看出我失控了？我们查哪个案子不是从可能性？如果你不参与，林林还牵扯到其他的失踪儿童。我一直都很相信你犯案时的，我们都很担心。什么叫很担心？不然换作是你呢？你好，我来拿杨念的物证。总局的人，这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清楚，不要再出这门，陆口供。我可能是协助。我问他。哎。There's an orphanage in Kumaran。找不到任何讯号。嫌犯应该是把 SIM 卡给拔了。确定他现在是短发？多短？确定，平头那么短。杨念政务的存档照片。他有总局资料，我没有时间，陆然。没有在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雷哥是谁？你在耍我吧？我没有那个时间。是什么人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应该放过。前面路口右转。你这是要非法拘禁我吗？在哪儿？什么女儿？
我知道你医生要杀我，你也冲进来拿枪对着我。杀你的人不是他们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我女儿在哪儿。我女儿在你手上。喂，然后电话就断了。喂，你，我还和你说什么？你说让我不要，这还疯狂吗？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女儿在哪里。法律，一个警察把枪丢了，马上写一份详细的查工作。我知道点点丢了，你很着急。我话没说完呢。都在监控的覆盖范围之外，结合这几个特点。念哥，知道你女儿在哪里？上一次我不小心听见，雷哥在那次赌场。别雷哥找你，我来。蒸发了嘞，雷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一条汉子，什么时候学会装傻？我这辈子最不喜欢就是有你了。你还有脸问我？孩子是你带走的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！我的交代就是被人追着满街跑，是吧？这么多人，怎么没开枪啊？嘿，有问题？我没问题。我怕我杀不出来，那就忍着。哎，带走了点点，他在哪儿？姐，我真的很想帮，差一点没被撞死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全身痛。点点不可以一个人待着。那天点点跟狗在公园玩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？是这个小女孩吗？你好好想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手铐，那个人不会再跑掉一次。留存证物，有备案照片。这个是谁？这很重要。这还要被他追杀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不？
喂。50岁左右，眼睛非常小。在一起。林森呢？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到点点。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点点没了。点，我因为是一个警察。我一会拨回去。查到了，他叫雷军，他们聚集的地方。这，把手铐打开。你放开我！你疯了吧？我理解你是因为孩子的事情着急。状况是，你找女儿，我找记忆。除非你帮我找到点点，不然我还这么敢叫叫，没少死。哎，知道了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天宇码头发生一起重大枪击案，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。他叫雷军，在渔人码头死了11个，基本上。把林威押回警局，从他身上开始。案尸体已经确认，死者正是雷军。危险？不知道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快到场增援！林威，你去哪？你去哪？冷静一点！有孩子又不是你们，你们怎么扯？走！冷静点！林威，你的原地不许救爹爹！冷静！走！发现海边有一名小女孩的尸体，疑似跟最近举报儿童失踪案有关。一个。致命！该男子身上无有效证件，指纹采集一样没有案底。是吧？那是啊。哦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死了。陆然跟我同一个警校毕业，我们搭档很。你要是这么不理性，你要我怎么？警察局的事儿你就别操心。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站在门口手机。帮我查一下这个人，真是当然知道这是非法的了，
所以才要找最信任他。但是现在我让你帮的忙，他帮不了我。哎，挂设备没收了。其实我们生前在有赌博性质的拳馆打黑拳，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不想怀疑任何一个人。那是点点送你的表吗？就是不想回家，不想跟点点说话。念哥，念哥住哪儿啊？住哪儿？我不知道他住哪儿。好好想想。刁磊，他是那个念哥的死对头吗？以前，刁磊和念哥之前都是在雷哥手下做事啊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还有呢？说你跟刁磊是结过怨的，刁磊曾经放话说要，也许是个好事情。就算刁磊要杀你，你先回旅馆，有消息我会联系你。薇姐突然昨天来找我，说她觉得太大了吧，这事情没查清楚前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非常清楚市区的监控分布图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说的都是废话。以后点点就是你的全部，这个我知道。哎，早不上晚不上，偏偏这个时候上厕所，什么意思啊？
是有什么误会？说，还敢狡辩？你先别指着我！说，李薇，陆然，你以为你跑得了吗？拼一拼呗！把对讲给我，自己人，把对讲给他。过来 ，B team、C team， 嘿，枪给我。失去一个好警察的直觉。把人质带到这儿来，真是丧尽天良，你知道吗？我怀疑过小 K， 我不想再调查下去，我觉得我林薇错了。我也不想事情变成这个样子，可是事到如今，合适的配型活生生的等死。人在江湖走，我很高兴。对不起，自己不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是可以跟你们像以前一样。我不是没有想过有这一天，我是今天死定了，好好想想怎么死。各小组听我命令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务必保证人质安全。什么死？李贵，开枪吧！不要开枪！为什么不让我做个好人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飞姐，就会恢复。还有，我怀疑眩晕是个中转站。这是我妹，恢复了吗？除了你剃的地方，我都 OK 了。现在点点，我明天要走了，记得打给我。你好啰嗦。放弃，怕过心，我请你皆大欢喜，我也不放弃。Yeah.